下司马镇，东嘎山，林密水清，风光美。中国边境，西藏亚东，夏日空气分外清新，更显山色俊秀通透，令人心旷神怡。但同样是好山好水。 可不一定总能带给人好心情。64年前，夏司马镇也是夏天，也是云淡风轻，但空气中的味道却充满了紧张。 东嘎山上，14世达赖好烦躁。14世达赖连同一众亲信官员，此时正在东嘎山上的东嘎寺，没招没落的熬到了第7个月份上，从冬至春。 从春到夏，回望过去一年多，国际冷战正酣，世界风云变幻。当时的西藏，可绝没有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样，是片游离在世俗之外的净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美国太初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美国第7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后又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随着美军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逆转，把控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上层集团即刻望风而动。他们一改之前面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谈要求时的拖拖拉拉、含糊其辞，以最快的速度。 聚集起了大量藏军地方武装，在外国势力的暗中支持下，陈兵金沙江畔，红口白牙要搞独立，要和共军决一死战。1950年8月22日，主动请缨入藏促谈的爱国宗教领袖武士格达活佛，遭西藏地方亲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特务合谋毒杀。面对如此严峻局面。 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以战促和，果断出击。在中共中央的部署指挥下，于10月7日打响昌都战役。19天之后，藏军主力被彻底击溃，大部被俘，英国特务福特就擒。在此期间，中国中央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昌都解放的档口是1950年10月24日，一天以后，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十余天时间歼敌15000余人，彻底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50年12月24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昌都战役和抗美援朝两次战役的结果传回，拉萨一时乱了套。西藏地方政府火急火燎地召集上层僧侣官员开会，但所有与会者都神情沮丧，垂头丧气。 未来何去何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管事儿
这位所谓管事儿的，就是当时西藏地区的摄政，臭名昭著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巴扎阿旺松饶。对于达扎阿旺松饶，在权威著作《西藏解放史》中赋予了明确的定位，外向亲帝派。在很多资料中，您可能都读到过这样的介绍，达扎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但请注意，确切来说达扎只是副经师，而正经师西藏地区的前任摄政热振活佛此时已被达扎杀害。五世热振活佛自1934年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担任西藏地方摄政以来，一直心向祖国，维护统一。1947年，热振活佛被达扎和亲帝国主义分子合谋逮捕，残忍毒杀，此时年仅36岁。新中国初立，围绕西藏这片神圣的国土，不动兵戈，和平解放，始终是中共中央秉持的方针。但当分裂势力得寸进尺，威胁统一大业时，必须一战定乾坤。昌都战役之前，达扎曾经公开叫嚣，哪怕是男人都死光了，只剩女人，也要战斗。但事到如今，兵败如山倒，他却也是脸色暗淡，无计可施。下一步到底怎么办？与会官员们逼迫得紧，沉默半晌，达扎最终吐出一句，还是请乃琼、嘎东两位护法神来指点迷津吧。只有在极重大事件需要决定时，才会请出乃琼寺、嘎东寺的巫师。就在达赖的下宫罗卜林卡前举行了降神占卜的仪式，而结果却与是占是合并无关系。神断指示，只有达赖喇嘛亲政才能逢凶化吉。于是1950年11月17日，摄政达扎下台，还不到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一方面，他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传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报告他已亲政，请求施恩于西藏僧俗人民和我本人。而另一方面，1950年12月19日，他本人却悄悄离开拉萨，随行携带大量财物奔向西南，一直走到了中印边境口岸亚东，驻西于东嘎寺。打无可打是明摆着的事儿，跑向亚东这是要外逃的征象。但既然已经到了边境，十四世达赖一行为什么没有干脆翻山出境而去？对此，史学界的普遍解读是，他在观望，他在等消息。这幅立体时局图之前为您呈现过。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肢解瓜分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1904至1905年间，日本为了夺取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居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结果日本打败了强大的沙皇俄国，被重创了元气的沙俄自然无力也不敢再在中国西部和英国干仗。而英国人顺杆抓住时机，两边一合计，居然在1907年签了一个英俄专约，规定双方尊重西藏之领土完整，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样一个简直是在玩弄他国主权的所谓条约，实在是无耻到让人无语。但在历史上，这不仅是现实，而且还留下了一个恶名昭彰的词，宗主权。请注意，虽说这个词是在两个侵略者的协定中被用到的，但这就属于出现在了国际文件里了，导致其后贻害中国几十年。
而且您真的相信两个强盗之间在掠夺他人方面能恪守盟约吗？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沙俄特务德尔智即望风而动，怂恿十三世达赖背叛祖国。英国一瞅立马急眼，自己在西藏占了这么多年便宜，哪容得别人插手。不行，开会，开三方的会。西姆拉会议，侵略者使出何种卑劣手段瓜分中国领土？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连环阴谋？西藏神圣疆土正在讲述。用当下的词来形容，这个会很扯，很荒谬，荒谬到它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中英藏三方开会，您听出不对了吗？西藏从来都是中国领土，怎么可以作为会议的一方上桌呢？但当时的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在1912年8月31日出版的英国政治周刊《旁观者》的头版刊发了这样一条短消息：关切于中国政府将西藏纳入行省的企图，约翰·乔丹爵士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听这口风就不对，在元朝，西藏只是中国行省同级的一个地区，此后各代西藏始终是中国省级一级的行政单位。什么叫纳入企图？这个约翰·乔丹爵士是什么人呢？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约翰·乔丹就是当时英国的驻华公使朱尔典。他这份劈头盖脸的关切，史称817备忘录，是直接发给袁世凯的。中国必须马上终止企图，不得驻军西藏，否则英国不承认中华民国。这把谈判椅太难坐，太屈辱，宝座不稳，急于得到西方各列强借款的袁大总统慑于帝国主义者的威逼要挟，不但急令川滇地方当局马上停止向西藏进军，还真的派出了政府代表陈一范去印度与英藏双方讨论中藏关系问题。而一到会议地点西姆拉，陈一范即被密探监视，出入必与藏方代表隔绝，陷入一片阴谋诡计的算计之中。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起始，一直开了将近9个月，藏方代表提出的若干项条件，诸如汉藏地方谁也不属于谁，西藏应脱离中国，青海、四川等地藏区均应划入西藏等等，显而易见，这些观点都是英国在背后唆使出来的。对此，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一范逐一加以驳斥，断然否定西藏独立，对于西藏与周边省份划界坚持不予更改，双方争执不下。然后最能体现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一幕就出现了。别吵了，都瞧我了。英国代表私下伪装，居然以调解人的身份拿着一份调停约稿跳江出来，提议干脆分成内外藏吧，内藏中藏共管，外藏完全自治，岂不两全？两全？胡扯，分明是两害。这份所谓的调停约稿就是人神共愤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当然拒绝签署，会议随之宣告破裂。而那个英国代表，当时英印政府的外交大臣，名叫阿瑟·亨利·麦克马洪，他还留了阴毒的一招后手，他划线。没错，就是在世界地缘政治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原计画在一张1:38万
无经纬度、无具体地名、无语种显示的三无地图上，一条红线，一条蓝线。红线是所谓内藏和中国其他各省的分界线，蓝线则是所谓外藏和内藏的分界线。两条线当然都为非法，摆明了就是要唆使西藏独立，从而变为英国控制下的保护国。而最为恶劣的是，麦克马洪的这条红线暗中居然还描出了一截延长线。按照麦克马洪对藏方代表私下使出的流氓交易逻辑，你承认我这条延长线，我就许诺给你整条线，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客气。之前我们也讲过，亲帝国主义分裂派头目摄政达扎篡权杀害热振活佛就是典型的事例。回望民国时期的西藏历史，在每一场动荡的背后无不有英帝国主义的黑手，而且完全罔顾公理道义。热振活佛被阴谋算计的导火索竟源于他倾向中央，领导三大寺诵经，祈祷国家抗战胜利，显示西藏地方和中央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从而引发英国恐慌而起。而早年间遭英帝国主义挑拨，受十三世达赖欺凌，从而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更因其坚定的爱国立场而遭到英国记恨，以至于虽倾尽余生之力，终究未能返藏，含恨圆寂。以上英帝国主义种种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乱人视听，似乎民国时期的西藏真的就处于事实独立的状态，同时更给西藏地方的反动上层造成了错觉，认定大英帝国就是能助其分裂的死硬盟友。但利益就是利益，帝国主义势力的账算得很清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地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高涨，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日薄西山。1947年印度正式宣告独立，在英国人的眼里，曾经被视为殖民地缓冲区保护国的西藏可就没那么重要。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于1942年8月，两名美国军官伊利亚托尔斯泰上尉和布鲁克多兰中尉从印度过境进入西藏，沿着英印侵略军设置的兵营，两人一路经亚东、江孜、日喀则等地来到拉萨。此行中两人携带了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递交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以及不少洋气的礼物，一幅装裱进银质相框里的照片，以及玻璃制品、工艺品等等。那个把礼物拿在手上的少女究竟是谁，至今没有确定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位贵族官员的女儿。作为历史上美国第一次以国家名义派遣的入藏特使，托尔斯泰和多兰两人在西藏各地都受到了僧俗官员的隆重接见，直至拉萨，他们还见到了达赖喇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您是否会感觉奇怪呢？这两个美国人，一个上尉，一个中尉，都属于低级军官，他们何德何能，居然可以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来看看这部影片的片头，拍摄单位有讲究。OSS， 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托尔斯泰和多兰两人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特务，他们此行的目的绝不单纯。1942正是二战的关键年，由于滇缅公路遭日寇炸毁，因此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一条从印度经西藏直达重庆，继而可进入云南的新补给线。
并将该计划通报美国以求得支持。于是表面看，托尔斯泰和多兰是以协助考察路况为名进入了西藏，而实际上他们还背负着一个绝密任务，直接与西藏地方建立联系。正是在这次入藏期间，两个美国特使，同时也是特务，明目张胆地表示，美国将向西藏地方提供电台，西藏应该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战后的国际会议。而这番信口雌黄竟然就让某些人当了真。当托尔斯泰和多兰返回美国时，身上多了一封达赖喇嘛给罗斯福的密信，信中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词句：我高兴地得知美国人民对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自由而独立的国家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请注意，此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到八岁，还没有能力问政。如此公然造反的一封信，出自水手，当然也就很清楚了。这一年，亲帝分裂分子达扎刚刚使用阴谋手段，从忠心爱国、心向中央的摄政热振活佛手中篡了权。美国官方特使入藏发生在1942年，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西藏地方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悍然成立所谓外交局，意图撇开中央政府，直接与外国建立关系，图谋独立。对此阴谋，国民政府果断识破，明确指出，所谓外交局只允许作为西藏地方对外联系机构存在。蒋介石更以国家首脑名义对西藏地方政府发出严厉警告：西藏乃中国领土，汝等再遇鬼行不端，则视同日寇，中央即派飞机炸你。执政时期，在对待西藏地区的态度上，美国政府有些矛盾。一方面，他要满足其亚洲战略的总体需求，而另一方面呢，就在收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公函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发给美国驻华大使格斯的电报中就做出了如下强调：美国铭记中国政府早已宣誓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项声明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话说到此，想必你也能够看出，虽说还在使用宗主权这样遮遮掩掩的词句，但对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美国的心里非常明白，小动作归小动作，但国际公理，当时的美国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不敢不讲。只不过这一切自打杜鲁门执政时期开始，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变了。正如之前所说，二战结束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纷纷示威，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乱局之下，为了争夺世界主导权，美苏两国展开较量，其各自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也是针锋相对，大打冷战。中国西藏显然成为了西方势力打压社会主义中国的博弈场。这一场博弈中登场的，长期以来推行殖民统治不太甘心就此放手的英国政府残余有之，在取得独立后奢望继承英国在西藏殖民利益的印度政府有之，而野心最大的则非美国莫属。1947年，美国驻印度使馆代办梅瑞尔向美国国务院发电，其中建议很疯狂：鉴于西藏战略地位之紧要，美国应考虑在西藏，更具体的说，就在喜马拉雅山上设立空军基地、火炮基地、火箭基地，遏制中共，防备苏联，居高临下震慑周边。
除了南极、北极，很多人愿意把中国的西藏称为地球的第三极，以示顶礼膜拜，尊崇自然。但在有些人眼中，这里无非就是另一块可以用来攫取利益的战略高地，而且不论是不是他国领土，都可以变成自家的屯兵场。说这是强盗逻辑，似乎也并不过分吧。还是那句话，美国政府的心里其实什么都清楚，所以梅瑞尔这个离谱的异想天开被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回函否决。但同样就是在这份回函中，艾奇逊还写下了这样的话：美国仍十分重视同西藏的关系，这种关系要十分谨慎地通过私下的渠道发展并巩固之。说是要谨慎，说是要私底下，但随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愈发明朗，美国到底还是沉不住气了。明火执仗的招呼飞机大炮没有可能，那自然就要从西藏地方的内部下手。我们还是要从一份绝密档案说起。纸已发黄，边缘磨损，看似单薄的一张单页，里面的玄机涵盖的是一段四年的历史。纸张的正中分别用英语和藏语写有这样一段标注：特此派遣本信函持有者资本夏格巴，西藏政府财政部长，前往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王国及其他国家探寻开发西藏与各种商贸合作的可能，恳请途经各国政府予以认可，发放相应签证，并尽可能提供必要协助。噶夏拉萨藏历火猪年8月26日。说是叫信函，实则是旧西藏地方政府所谓的商贸考察团的变相护照。噶夏藏语音译，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有什么资格发放护照呢？再看看字里行间，竟公然表达出西藏为独立国家的谬论。难怪从藏历火猪年，也就是1947年，这张纸由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发出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但架不住有人无视与中国的关系，公然违反国际法承认这封不伦不类的信函。我们来注意一下，信函上已经盖得密密麻麻的签证印章，其中有英国的、美国的，甚至还有港英当局的。看得出来，对于这位信函的持有者，外国势力尤其是西方阵营可真是接触不少。那么照片上的这个资本夏格巴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夏格巴全名夏格巴旺丘德丹，出了名的藏独分裂分子。之前所说的资本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名，衔位四品。名义上夏格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主管财政，但通过刚才我们看到过的这张所谓护照，想必你也明白，什么财政、商贸都是幌子，打着商贸考察团的旗号，通过不断窜访，此人一直在四处游说，费尽心思脱离中央政府，极致新中国成立从未停止，但也丝毫没能达到任何目的。1950年，夏格巴及其代表团正在印度以驻印商务代办的身份与英美牵线，寻求洋主子的支持，而美国方面的直接联系人则是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14世达赖喇嘛滞留亚东期间，韩德逊至少给他捎去过3封密信，鼓动其流亡国外，美国将全力提供必要的经济
乃至军事援助，而其信使，想必您已经猜到，正是夏戈巴。说到这里，很多历史的线头我们就可以给串起来了。忽悠萨尔瓦多的代表卡斯特罗在联合国提案是美国干的，而既然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只能寄希望于策反达赖。而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也在紧张地进行，和平解放、团结上层、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当然必须争取。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发令枪已经打响，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不可逆转。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实现了怎样的历史跨越？西藏地区持久的和平与发展道路又在何方？西藏神圣疆土正在讲述。夏司马镇东嘎山，林密水清，风光美。64年前，东嘎古寺，也是夏天，也是绿意盎然，但空气中的味道却充满了紧张。1951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即将面见达赖喇嘛。张经武将军带来的消息，其实十四世达赖喇嘛一行已经知道，不仅他知道，全西藏地区、全世界都在关注。1951年5月23日，历经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中，双方在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变、确保宗教信仰自由、西藏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等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此前横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问题，都随着这一协议的签订得以解决。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的实践结果，更是祖国统一、西南边陲稳固的法理基础和坚实保障。阿佩阿旺晋美在第一时间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嘎协议的全部内容，并用生命担保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听老一辈的讲述，再加上工作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这段历史。部长李维汉的话说，这些文件的效果是划时代的，越往前走越看得出来。而对于当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来说，关键就要看他想不想往前走。为了促进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争取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央选择的代表却是万里挑一。张经武将军自参加革命起，就以其出色的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能力而著称。解放后，张经武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之一，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署17条协议。选派他担起进藏工作的重任，实至名归。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一路共同走过，毛泽东非常欣赏张经武这个湖南同乡。张经武在启程之前，毛泽东特别在丰泽园召见他，边共进晚餐边关切地询问：“经武同志，还有什么困难吗？”张经武的回答是：“请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张经武没有提半点困难，但是所有的人都想象得出，这一次任务又岂是困难二字可以囊括的。他于1951年6月13日离京，先至广州，到香港，转新加坡，飞印度，穿西金，而后骑马翻越喜马拉雅山南坡乃堆拉山口，远途跋涉1个月，抵达西藏亚东下司马。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7月14日的下司马镇，照片上的张经武面色凝重，表情肃穆，看得出来他有心事。2天之后，他就将上山会晤14世达赖喇嘛。请注意，他胸前斜挎的背包带，那是一个张经武在睡觉时都不会离身的公文包，里面装的是要面呈14世达赖喇嘛的重要信。张将军打马上山，西藏地方政府前来迎接的官员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他们向张经武提出见至尊要走仪式，先让达赖喇嘛升座，百官旁视，随后张经武进殿，14世达赖喇嘛下座迎接之后再升座，然后张经武右边首席入座。如此一来，就把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摆到了属下的位置。这样的要求当然会被拒绝。张经武的随行团与西藏地方的官员产生了争辩。当然，与历史大事相比，这实在只是小插曲。最终，西藏地方政府放弃了升座的要求，而中央人民政府呢，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让步。安排在达赖喇嘛的会客室中进行。14世达赖喇嘛下座迎接张经武，并且按照礼仪敬上了酥油茶和甜米饭。双方互相问候礼毕，张经武从公文包中取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信物。信物一就是17条协议的副本。张经武一条一条地向达赖陈述说明协议内容，达赖则话语不多，只是频频点头。对于17条协议，在这次会晤中，14世达赖喇嘛并没有表态。他显出兴奋的那一刻，是在他看到另一件重要信物
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及这封信的藏文翻译件的时候，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纂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这本书中全文收录了这封信件。在信中，毛泽东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亲政后能够响应和平解放的号召，派出代表谈判表示赞赏，同时写道：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这些语句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来说真心是太重要了。根据历史定制，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政教领袖地位必须经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这一点十四世达赖喇嘛心里很清楚，而此时此刻白纸黑字都在眼前，他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张金武将军是带着达赖喇嘛的许诺走出东嘎寺的。那一天，达赖喇嘛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决定回去拉萨，是我先走还是张代表先走？张金武的回答是：请您先走。由于沿途要为朝拜的群众讲经摸顶，因此虽然提前三日启程，但十四世达赖喇嘛一行回到拉萨也是1951年的8月17日，比张金武还要晚10天。两个月后，1951年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电报，宣誓拥护17条协议，愿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两天之后，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部队进入拉萨城区，受到西藏各族各界僧俗群众20000多人的隆重热烈欢迎。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从青海西宁启程返藏。出发前夕，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特来送行。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抵达拉萨，并在布达拉宫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此前，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被迫离藏算起，两代班禅已在外漂泊29年。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禅大师一行终于返回日喀则，并恢复了历史上固有的职权和地位。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影响，促进西藏民族内部大团结所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在接见两国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印两国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这一意见被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被明确写入国际文件。根据这一协定，此前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被全部取消。而随着1956年中尼协定的签署，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被全部取消。外国势力干预横行中国西藏的日子就此一去不回。各族和睦，边陲静清，故事似乎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但和平解放后，西藏的传奇又实在是太多太多。1952年9月，张经武、张国华等西藏工委的同志专程登门府邸去看望一位爱国上层人士。此前，西藏地方政府的少数反动分裂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发动骚乱，叫嚣要饿死汉人士兵。严峻的形势下，这位爱国上层人士不顾禁令，打开寺庙，将大量的四存粮食出售给解放军。他就是拉萨斯大林呼图克图之一，时是地目活佛。话说，想要明了解放前的西藏和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西藏期间有多少变化，恐怕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就足够了。正如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在6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党中央形成了扎实而有效的治藏方略。而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同一个地方，期待在镜头中成就更加绚烂的呈现。随着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这一值得铭记时刻的到来，西藏和平解放之后风云激荡的沧桑巨变也即将由我们为您细细道来。